烤串儿，这是烤串儿，烤冷面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狙，我寻思吃点地摊儿，没有桌儿啊，不放桌儿啊，不放桌儿咱找个店儿吧。凤尾，来点金皮儿，来三个够了。我来个羊蛋哈，哥们们。今天喝这个啊，这是全新上市的沈阳啤酒。麦芽香非常浓啊。哇塞，这个酒真好。家庭聚会呀、啊，什么朋友聚餐呐、啊，什么团建呐、啊，这个你就来点这个，哇凉的，满满的麦芽香啊。大姑娘啊，你来啦！金刀吗？嗯，金刀的。那啤酒菜卷啊，那个你吃辣呀，这个是华润的新品啊、哦、现在正在沈阳大面积铺货呢。这个是华润集团雪花的子产品啊、哦、华润大家都知道吧，雪花啤酒都知道吧。买点什么？嗯，我大概查了一下子，这个雪花是1993年成立的。热不？现在也三十年了。我记得我刚来沈阳前那前，我不记得有没有什么柑橘呀、淡爽啊，他妈那前就是一个老酒，一个绿牌，绿牌2块。老雪2.5块，04年、05年忘了。那天我记得喝绿牌，便宜不冒钱呢。刚来沈阳，那哪有钱呢？两个大鸡架子，一碗老式麻辣烫，再喝点白的。哎呀，那天你看热，喝啤酒都差不冒钱，但是那天很快乐。我买的呀。哎呀。老雪花，你说我这外地人都对他情有独钟，咱沈阳的老百姓对他更是这个感情更是根深蒂固啊。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就这玩意儿10块钱啊？身份证嫩豆子。这个豆子可真不合适啊。含泪赚了我8块钱，但是挺好吃，确实挺好吃。这什么？哎，这个好，我的最爱凤尾。爸跟你要鸡翅了，这个辣，爸跟你要鸡翅，一会儿吃鸡翅行不？死了。我算。算算，他说算算，给他算点吧。这怎么算呢？鸡翅马上就好了。姑娘，你咋这馋猫呢？我给你煮一粥，你咋不吃呢？算算呢啊姑娘，算算呢。辣呀，姑娘啊，算算呢，啊。算算了。我不知道老沈阳有没有记得的彩建塔，这是几没有几年了，我忘了啊。四个大字，大家念一下子，啥玩意儿？啊，吹吹呀！那前那个，哎呀，就是你一走那条道啊，你就瞅吧，四个大老大老醒目了，你就外地人、本地人都能瞅。
那多少年呢？我来沈阳应该是哎呀04年，快20年了。我记得那家长城花园，那是 好小区啊。现在瞅的就不是那么特有档次了。以后什么各大夜市，我估计他得占大半部江山，因为麦芽香非常浓。还不是那么特别辣。我的天哪，这小羊蛋太小了。先放着。这个48啊。咱就喝点这个麦芽100%的沈阳啤酒，追寻追寻老味道。来，哎呀，辣呀，姑娘，辣就辣。二火，行了，喝瓶啤酒。我们仨搁家吃的江苏米饭吃完了，就是感受一下地摊这个经济嘛，寻思出来完了整一瓶。今天视频就到这了，拜拜。